当你与世人背道而驰，你还会坚持当下的选择吗？以我的能力来说，是有把握在三年之内查出真相的。这场庭审的目的本就是为了展示司法公正。我怀疑本案可能真的另有隐情，不要在我面前说谎好吗？警方是在今早7:45接到报警，不是嫌犯，治安经理正在现场，为了不肯白张女士交易记录的下落，今天早上7:20我只要把别人给信了。